那时候，对，啊，现在店还没来，还没。那，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走？是因为没电吗？哎，对。那你们有在作业吗？当时在做什么？工科，有在做实验。那没电什么？就是先把机台先紧急先关掉，那些气阀先关掉，对啊，电箱先关，对。啊，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对，啊，那种实验操作？一定会啊。对。怎么影响？就注意说，像有些东西会不会坏掉，有些东西会不会？机台一定很伤，然后我们在做半导体的那种薄膜一定是重做，对，做实验就是这样，可能做了好多天，然后到今天这一步关掉重来，所以前面的等于都白费了，白费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